大家好，我是丁志珍珠，这个小村子叫热尔盖村，我从小长大的地方。顺着这个路前面就是我们的广场，礼堂水的医务室就在里面，这里东西都很全。这里是读书室，希望家乡的孩子可以读到更多的书，学到更多的知识。很感谢水滴公益送给热尔盖村的礼物，礼堂水滴医务室会免费给村民和游客提供医疗救护。这里被称作天空之城，我们愿意在这里守望。